各位朋友，大家好。上一期的视频啊，讲到习近平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陷阱，叫“新毛泽东陷阱”啊，因为啊，他高度集权，而且专横跋扈，只让唱赞歌，不让提意见，造成决策失误越来越多，造成国内外的敌人越来越多，最后啊，他就一定会在各种力量的这个合力之下，脆断式的垮台。那今天呢？ 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陷阱是谁给他挖的？有三个主要的挖井人。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本人。当然了，他自己啊是不会主动的、有意识的给自己挖陷阱的。他本来想的是啊开出一条道路来，但是呢，开路的方向搞错了。他是往集权和独裁的方向啊去用力，这就等于啊你是往地底下去挖。 啊，挖着挖着就变成了一个坑，啊，坑挖得太深了，最后就变成了陷阱。那第二个挖井人呢，就是王岐山，选择性的反腐就是王岐山给习近平在挖陷阱。不错，选择性的反腐啊，是帮习近平打倒了一批政敌，但是呢，也给他制造了更多的敌人。而且呢，这个反腐运动展开之后，官员呢。 不仅是啊，不敢公开的反对习近平了，甚至是连正常的意见建议也不敢提了，因为啊，他们一提意见建议，那就是啊，妄议中央，就有可能呢、啊、被反腐。而中共的官员呢，个个都贪腐，所以说啊，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了，造成了现在呀、啊，体制内万马齐喑的这种局面。 我在一评快评的第五十二期里面已经讲过王岐山了，他这个反腐运动的主帅本人也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家伙啊，大贪污犯。今天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呢，主要是讲第三个挖井人，他就是啊王沪宁。王沪宁呢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啊，他就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了。 啊，三十出头就当了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啊，后来还当了法学院院长。那后来呀、啊，在四十岁的那一年，他就被江泽民提拔到中南海去当官啊，去当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的组长。啊，九八年的时候啊，他当上了这个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二零年零二年的时候，也就是胡锦涛上台的那一年呢，他当上了正主任啊，成为啊中共中央委员。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就是二零一二年，他就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个委员。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更上一层楼啊，进了政治局，成为七个常委之一，进入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他的仕途啊，可以说是啊一帆风顺，在。 为数众多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里面，他是啊官当的最大的一个。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学问做的特别好、特别厉害了？绝对不是。他在从政之前确实是搞过学问啊，还写过几本书。但是呢，他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创建，并没有什么独树一帜的理论。那么，为什么他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官场？ 都这么顺风顺水呢？那是因为啊，他和其他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尤其是啊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啊，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那些知识分子，多多少少的都带有啊一个自由主义的色彩。他们呢，当时是这个啊思想启蒙的这个时代啊，那些人都学习了西方的这个政治理论啊，嗯。 然后呢，他们就拿这些理论呢、啊、来批判中国的这个马列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王沪宁呢就不一样了，他是比较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理论之后啊，他用这些西方的方法概念去批判宪政民主，同时呢用这些方法概念去包装马列主义啊，包装专制主义。 他在美国啊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回来之后啊就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做《美国反对美国》，说啊民主的这个制度如何啊造成了内斗不断啊效率低下，如何不适用不适、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是专制搞搞得好啊。 当然了，他这一特这一种论调啊，就深得领导的欢心啊。无论这个领导是学术界的还是政界的，他们都喜欢这个论调啊。当时王沪宁所在的这一派呢，叫做新权威主义啊。他们就是说啊，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民主啊就乱了。中国需要有一个这个政治强人领导大家进行开明专制，领导大家走向中华民族复兴啊。咱们复兴了之后。 再谈民主这一派，在八十年代末期啊，并不是很受欢迎的啊，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派别。而且呢，王沪宁在这一派里面呢，都算不上是啊领军人物，有比他影响力更大的啊，比如说这个在南方有萧公琴，在北方呢有这个吴稼祥和张炳九。那么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得到中共的赏识呢？因为那些人呢有两个死穴。那第一个呢就是。 他们呢，这个个性张扬、行事高调，这种性格的人在中共官场啊，那是绝对吃不开的，因为你太高调了、太张扬了，那就会抢领导的风头。中共这个高层领导啊，他们都是喜欢这个谨小慎微啊、低眉顺眼的那些人，在他们眼里啊，那就是沉稳，那就是啊牢靠。而王沪宁呢？ 恰恰好就是有这种性格的人，大家看一看他这个从来都是啊啊面如死灰，表情麻木啊，正是靠着这种性格，他得到了啊各级领导的赏识。而另外那些知识分子呢，他们还有第二个死穴，就是啊政治立场不坚定。本来大家说的好好的，这个新权威主义是要拥护开明专制的，那拥护政治强人的。 结果啊，八九年民主运动一兴起，那些人呐、啊，就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呐、啊，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转而去支持民主运动了。比如说这个吴稼祥、张炳九，那、啊、他们就经不起考验，在这个运动当中啊还非常的活跃啊，还担当了一定程度的领导的角色。但是呢，王沪宁他的立场就很坚定啊，公开的反对民运。当时呢。 江泽民在上海市当市委书记，啊，要整顿当时上海的一个自由派的大本营，叫做《世界经济导报》报社。他当时啊，也召集了一大批这个上海的知识分子，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整顿这个报社。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反对整顿的，只有王沪宁是坚决支持要把这个《世界经济导报》给停办了。就凭这一点，他就。 给江泽民给曾庆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呐、啊，实在是啊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那、啊、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他了解了西方的民主理论，也见识过西方的民主实践，那回到中国之后啊，居然还说还是专制好，这就是啊体验了自由之后，他还是喜欢当奴隶，吃过饭之后还是喜欢吃屎。 那这种人，他难道不是百年一见的这种奇才吗？所以说啊，这个八九年之后啊，吴稼祥啊、张炳九这些人呐、啊，都被抓去坐牢了。王沪宁呢，一路高升，飞黄腾达。那现在啊，有很多这个海外的媒体啊、自媒体，他们都说啊，这个王沪宁是江泽民派系的人啊，这完全是瞎猜。不错，江泽民呢，是把他从这个学术界。 带到了政坛啊，把他从复旦大学调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呢，虽然名义上是中共的最高智囊机构啊，但是呢，江泽民从来他都认为啊自己是天纵英才。再说啊，他身边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曾庆红，所以根本不需要王沪宁这种文弱书生啊来帮他出主意。 那他要这个文弱书生有啥用呢？还是有用的，因为江泽民、曾庆红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啊这个理工科出身的，对于社会科学啊是不太懂的，有一些政策啊，有一些想法，他们呢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所以说啊，他们想找一个人来帮他们进行理论上的包装，比如说。 江泽民呢，他想把这个知识分子啊，把资本家都吸收进中共啊，扩大中共的这个统治基础。王沪宁呢，就给他包装了一下，包装成啊“三个代表”的理论。啊，王沪宁也不是啊胡锦涛的人啊，虽然呢，他也帮胡锦涛包装过一个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啊，有不少的媒体说这个王沪宁是三代帝师、三代皇帝的老师。 非常的牛，这啊，真是太抬高王沪宁了。那至少是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那个时代呀、啊，他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帝师，他就是一个理论包装工。他的绝活就是把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政治意图啊，似是而非的一些政治观念、一些政策，用一套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概念把它表达出来。江泽民呢？ 啊，胡锦涛啊，并没有把他当成国师，因为啊，没有他的包装，江泽民、胡锦涛的政策是照样要推行的。那就像邓小平，没人跟他搞理论包装啊，他只有这个土的掉渣的“白猫黑猫论”，那不是也啊指导了四十年的这个中共的改革开放吗？所以说，王沪宁他不是江泽民的人，那王沪宁是谁的人呢？ 谁是他的老板，他就跟谁干活啊？谁给他官当，他就给谁卖力气。而让他当上最大的官的就是习近平。那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啊，习近平当了总书记，王沪宁呢就当上了政治局的委员。二零一七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又把他提拔到政治局常委里面啊，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 所以说，他为习近平啊工作是最卖力，也只有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王沪宁呢才真正的成为了这个中共的智囊啊，才真正的当上了国师。要说感激啊，他最感激的应当是习近平，而且呢，他在习近平身上啊还看到了实践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理论啊，就是那个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这种希望，因为习近平呢。 他这个人对于权力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不满足于当时的他刚刚上台的时候的那种啊寡头共治的那种局面，他一定要大权独揽。在王沪宁看来呀、啊，习近平就是他理想中的强人，就是他要辅佐的对象。而且习近平呢，他还真是需要王沪宁这种角色，因为啊，习近平他是这个陕北黄土高坡上面这个土生土长的愣头青。 胆子大，敢于认事，这是他的这个优点。但是呢，他有明显的弱点，就是智力不足，见识不足。所以说啊，他需要王沪宁这种人来帮他。王沪宁呢，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呢，可以说是啊，鞠躬尽瘁，竭尽全力了。那首先呢，他是帮这个习近平呐、啊、树立伟大领袖的形象。那为了让习近平显得很博学。 他就在习近平的稿子里面呢、啊，经常加一长串一长串的这个书单，为了让习近平显得很威武，让全国人民呢、啊、这个佩服爱戴，他就在啊全国各地树立习近平的巨幅画像，而且他还动用他的这个领导的宣传机构出版习近平的书籍啊，编撰习近平的语录，而且呢他还三番五次的强调啊，必须得定于一尊。 不得妄议中央，所以在过去短短几年当中啊，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之风就刮遍了全中国。王沪宁是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的。如果是把习近平比作是希特勒的话，那么王沪宁呢、啊、就是戈培尔，而且呢。 在很多的这个内政外交上面，他还帮习近平出谋划策。比如说啊，镇压新疆穆斯林的政策；比如说这个监控互联网的政策；还有啊，这个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还有这个南海扩军呐啊,啊；还有“一带一路啊”啊这些政策。啊，有的呢是习近平提出一个啊粗略的想法。 然后由王沪宁率领着他的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来进行一番论证，来进行细节上的完善。那有一些呢，就是王沪宁自己提出来的，然后得到了习近平的这个首肯。为了帮习近平搞集权，为了树立习近平的这个权威，王沪宁呢、啊、非常卖力。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他越卖力帮习近平，给习近平挖的陷阱就越大。 习近平的处境就越艰难，习近平党内的政敌就越多，习近平在国际上就越加孤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啊，王沪宁他虽然是啊，这个在政治学理论方面有知识，但是呢，他光有知识没有良知啊，会搞理论，但是缺乏远见。 你否定了自由民主这些已经通行于全球的这个普世价值，这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啊！你这种人，充其量就只能当个像陈伯达、姚文元这种文胆，但是现现在习近平呢，却把他当成了国师，当成了智囊，那最后啊，一定会掉进这个陷阱，一定会啊被历史埋葬，在。 众多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啊，习近平呃，这个王沪宁算是啊一个异数，因为啊他没有家族的这个背景，也没有这个、啊、依靠派系，居然就能够啊进入中共的这个权力核心，在中共的这个官场当中，他也算是一个异数，因为啊他既不贪财，也不太好色。北京的官场都知道啊，王沪宁这个人呢、啊，几乎啊不与其他的任何的官员呢、啊、有私下的结交的。 这就说明他比较清廉，因为啊，要贪污受贿的人，一定是啊要广结人脉的。他也这个不太好色啊，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啊。进了中南海之后，虽然得到了这个全世界一流的保健，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啊健康起来，没能强壮起来。所以从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是那种啊这个气血两虚、元气不足的人啊。想好色，估计身体也没有本钱。 那中共绝大多数的贪官呢是非常好色的啊，尤其是啊进了政治局之后，那简直就像是这个老鼠掉进了米缸，因为那地方有无数的美女呀、啊，去供他们这个随意的玩弄凌辱。北京政治圈的人都说啊，中共高官有一个后宫，两个妓院，一个后宫呢就是中央电视台，那里的这个美女啊不仅仅是啊漂亮，而且呢还。 能歌善舞，或者是能说会道，所以中共高官要想选情妇，一般都会去那里。比如说，江泽民就是在那个地方啊，挑选了宋祖英啊；周永康就是在那个地方挑选了叶迎春。那两个妓院在哪里呢？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那一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呢、啊，虽然没什么才艺，但是呢，绝对年轻漂亮。中共高官啊，在这个开会的场合啊，或者是在办公的时候啊。 带一个美女进休息室啊，淫乐一下，那是啊经常有的事情。当然了，你也要够级别才能这么干啊，至少是要进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才有这个资格。人民大会堂呢，不是中共高官呐啊,啊，政治局官员每天办公的地方啊，每天办公的地方是在中南海。如果哪一个高官啊一时兴起，想要发泄。 那从中南海跑到人民大会堂还有一段的距离，相当不方便。所以说啊，他们还把另外一个地方也变成了妓院，那就是啊，中央警卫局服务处就在中南海里面。服务员呢，全部都是啊，这个面目姣好、身材一流的年轻的女孩子，而且呢，都是受过训练的，都是啊，准备着随时给这个。 啊，中央首长啊，玩乐的。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啊，有三宫六院，有酒池肉林。那、啊、跟他们比起来呀、啊，中共的这个奢侈淫乐的程度啊，那一点都不逊色。咱们扯远了，言归正传，继续介绍王沪宁。王沪宁呢，他是离过两次婚的。第一任的这个太太啊，是他的同学啊。九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们就离婚了。 第二任的太太呀、啊、是他的学生，那后来呢又离了。当然了啊，这个离婚的原因应当是跟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关，所以他后来呀、啊、当了十年的官夫。到了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哎，他突然又结婚了。那个时候啊，王沪宁已经是政治局的委员了，而他太太正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的服务员。 虽然当时啊，他只有二十九岁，比王沪宁小三十岁，但是已经在那个地方啊为中央首长服务三十十多年了。他们结婚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整个中共中央都非常的惊讶，整个北京的官场都非常惊讶。那王沪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啊，王沪宁因为体弱多病，真的需要一个女人照顾他的这个生活，而那位服务员呢，啊是经常照顾他的，是非常的贴心。 王沪宁娶她等于是为她赎身。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说明王沪宁这个人呢还没有啊坏到极点，还有一些啊人性的闪光点。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王沪宁他娶这个服务员呢是为了了解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性格爱好，包括最隐秘的那一部分的性格爱好。那这样就可以帮助习近平来震慑群雄，一统天下。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我们不能不说王沪宁这个人呐，啊，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为了帮习近平集权，真是够拼的。当然了，他拼不要紧，他出的这个主意越多，习近平的麻烦就越大，中共的倒台就越快。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现在邓小平还在执政，还在搞韬光养晦的那一套，那美国会跟中共为敌吗？如果江泽民还在执政？ 还在闷声发大财，那中共内部啊，不是啊，非常的团结嘛。如果这个胡锦涛还在执政，还在老老实实不折腾，那全世界会联合起来围攻中共嘛？那如果按照中共过去的那一套继续搞下去，我估计啊，他们再坚持个十年都有可能。幸好习近平上台了，幸好王岐山呐、啊、王沪宁这些人呐、啊，都来帮习近平，啊，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中共啊，才犯了这么多的错啊！中共的寿命才有可能提前结束。现在啊，时机已经快到了，所以希望啊，体制内外的有志之士，大家赶紧做好迎接颜色革命的准备，赶紧做好接盘的准备。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想继续讨论的朋友，请在视频下面呢留言。新朋友请按订阅。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